时间了。对，所以上一场虽然被领航员绝杀，可是我觉得对富邦来说，两个新洋将的适应，你只到十分左右的领先。好，谢宗勇有一个中距离的跳投，再给赛瑟夫，石伯恩也在场上，塞尔登中距离的跳投进，他的第一个 field goal。勇士队跑不起来，今天就会打得蛮辛苦的。三分球有，这个三分是及时雨。Sheldon 再给底线的解密，到终于啊，这一节的第一团队三分，而且这十二个三分球是分散在不同人身上啊。六成的三分球命中率太高了。Sheldon 绕过篮筐，这第一场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对，前面有两场休息。好，看看塞尔登也来一个三分哦，继起色，那现在希望能够延续下去。哦，球传进 ，Chris Johnson and one， 是这个差距的话，今天应该没戏了。对，会有时间压力了。塞尔登这个切入有，一场比赛可以投中十个以上，对，所以今天可以说是勇士队的防守完全被瓦解了，应该是他本季可能得分的新高楼。这么壮的弓箭手啊，就是我很怕他把弓拉断了。好，小夫突然间得到一个礼物，这个远距离投射没碰篮圈，他今天的手感去做这样的尝试啊，大家还是会怕他投进了，会输，但是似乎不受影响。张文平的外线投射也进，